孙子兵团精彩演出，掌声欢迎。各位观众，不得了了，接下来我们邀请到寿星的孙子，我们他们叫做孙子兵团。首先呢，我们先欢迎我们的鼓手。Oh, hey!
有话要说，我们从可汗开始。奶奶虽然你平时有点爱啰嗦我，但是其实我知道你是就是很关心我们，所以才会啰嗦我们。所以就是祝你生日快乐，身体健康。奶奶知道是最诚实的，掌声鼓励一下。奶奶这几年你陪我睡觉，真是好玩有趣又可怕。然后每天星期的星期一都会带我去学校，这点我很佩服。谢谢你这几年的陪伴与支持，我仍然爱你。奶奶，祝你七十岁生日快乐。觉得在很多时候，你常常会主动来询问我们过得好吗，或是有没有需要什么。这是你非常热心贴心的一面，奶奶生日快乐。也是我老婆，谢谢你这个一路的陪伴，你的气质感染了我。这个在一方面有你的合调，然后非常的这个所谓的淡定，然后处理很多事情，但是我不知道对其他人是怎么样，但对我来讲就是这样子。对，他今天七十岁大寿，要好好吃，然后往后日子要天天开心。谢谢婆婆，生日快乐！好，接下来我在这里有跟婆婆，就是从小一直陪你一起长大，那每次都他陪你长大。有点紧张哈，但是只要婆婆在，婆婆对我印象就是她永远都是充满自信的，然后都是很喜乐的人。对，所以我觉得今天在这个寿宴，希望他可以好好享受今天的我们带来的表演。谢谢奶奶陪我长大。那我们会上的人，我们就一起来用这首歌来祝福奶奶，好不好？一起来唱。我只想唱这一首老情歌，让回忆在永满心头。当时光飞逝，秋冬，这是我唯一的线索。人说情歌总是难得，走遍天涯海角我问你好。我说情歌总是难得，常